二位爷可是喝多了，这俗话说得好，这醉汉不跟你这歪汉子斗。你留下名号来。草鞋没号。这他妈女的是什么人？管他是我什么人，这是我兄弟的桂香枝。如果以后你们再敢欺负女人，我就把记号留在你们俩脑袋上。 张爷，姑娘，快把衣服穿上。多谢大侠相救。 你不用谢我，只求姑娘你高抬贵手，别再让我兄弟来这里了。你兄弟，您的兄弟叫什么名字？他没告诉过你吗？姑娘，这里是个风流场，姑娘最好也早点离开吧。是啊，这儿很脏，好人常来这儿也会变坏的。 他是个好人，我秋红虽然是个下贱货，可在这儿，也许还有人捧着。如果出去以后从良，就更难做人了。姑娘，请你转告我兄弟，师父想他。 该摔了你，我是靠你保护的，我是个妓女，我是靠你保护的。嗯，站住！回梦楼有姑娘，嘿，还他妈有！ 兔爷，说什么兔爷？让我来告诉你什么叫兔。哎呀，还好，这妈真是没想到，这兔爷还他妈是个练家子。这逗我起来，服，上，哎。
杀！哎哎，还他妈找什么呢？上呀！快打！给我上！打！打！上！使劲！你快上！变姑娘了啊！哎呀，少爷，这姑娘比秋红还长得帅灵呢。玩吗？哎，混蛋！哎呀！是谁呀？三儿！师姐，别打了，别打了啊！说，谁是兔爷？什么叫兔爷？哎，师姐，别问了，不好听。我就知道不好听，我就得问他。你说，哎呀，就是同性恋。什么？谁是同性恋？你是不是活腻歪了？说，你说谁是同性恋？说说。我是同性恋，我是兔爷。行了，赶紧滚。兔爷起来，快！你干什么？光天化日之下，就敢强抢民女，你们这帮警察真有本事！哎，你放开我！少给我狗男耗着，妨碍公务！哎呦！我疼！别乱来！疼！轻点儿啊！哎呦！别踹呀！谁？谁还敢上？都别动！都把枪先放下！女侠，你先把枪收了，那玩意容易着火啊！行，把他给放了。哎呦，我那可了不得呀！那丫头片子是地下党啊！地下党？什么玩意儿？哎呦，地下党就是搞破坏的呀！他搞破坏？他这么瘦弱，怎么破坏啊？你眼瞎呀？告诉你，他不是，是你胡说八道。哎呦，不是！敢问女侠，您是哪位呀？我是哪位？你不知道？啊，好，我告诉你，韩主席的三太太，知道是谁吧？啊，知道，小的知道。哎呦，原来是韩太太的人呐！冒犯了！看什么看？放人！慢点，放人！是，女侠，人已经放了，你把枪还给寨下呗。还给你？哎，去找韩太太要去吧。哎，别，姑奶奶，小的再也不敢了，别去呀、啊，下不为例，你饶我这一回吧，啊。把枪还给你。哎，告诉你，以后别再让我看见你。冒犯，赶紧走。